吃饭随便换卡。今天，今天这样分配刚好啊，上午三小时，下午三小时，11:30吃饭，然后一小时休息，动态调配，反正我们一定很悠闲。嗯，也可以提早结束，就是视体力而定。提早结束要提早坐车吗？提早结束要提早坐车。比如说2点结束的话，要坐3:02吗？也可以，那就变2小时逛长野站啊。什么？没有啦，是体力啦。如果我们一路都这么轻松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多练习啊，也可以。就是看我们走不熟的路，会不会突然觉得体力就下降比较多？有些掉下来，从顶上。小动物，我想看到小动物。我已经给你看了，他跑了，他跑好快，他真的跑好快。对啊，你还问我脚印，我根本就盯着他身体看。不过我猜他后脚定那么大力，应该有那个吐一下那个，对啊，而且他的脚后面不是像雪板嘛，很大这样破。要看小动物，最主要那天看到猴子而已，还想要看到别的小动物。而且我也怀、我在洗澡的时候啊，有个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有那个。既定印象，反正就是我一进去就一个外国人跟一个东方人，但是拿着手，东方人在滑手机，在浴池里，然后我就很不高兴，然后反正我也撑不了多久，反正出来外国人，外国人出来，我就跟他用英文讲，我就说你不，反正就在跟他讲说，你不觉得那个人很没有礼貌吗？就是。就明他说他是没有在照相啦，但是他也觉得怪怪的。他说他来日本2个礼拜，然后他又不是东爱，真是有其他人。他说他没有看过有人在浴场里面拿手机。我说对啊，我说对，然后我就一直在，我故意弄很慢，一直在等他出来，那人都没出来。我还想说，他故意要自拍吧？我觉得没有啦，他不是在拍照，他是在滑手机。他当然是在滑，但是等大家走了，他就会开始拍。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那个空间又不是你自己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然后我就说等他出来，我一定要跟他说，你那样子，那个空间不是只有你自己的 space， 那是别人的，那是 public 的。人家说不可以拿手机，就是不可以，你不要这样，别人很不舒服。然后他就没出来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不然我真的是要骂他的，因为我就觉得没水准。管你是台湾人、香港人、大陆人，随便。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弄就是不对。因为那外国人也是，其实他有一点一直背向他，的感觉。他在水里的时候啊，因为他会泡到很热嘛，他冒出来的时候，他还是背向他，他应该是觉得不舒服啊。我管你是在干嘛，反正你在那里拿着手机就是很讨人厌啊。就是你有这么忙吗？你忙你就不要来洗澡啊！你就往外面滑你手机就好了。拿手机，讨厌！这是因为不是温泉，所以没什么功效吗？只是不是吧？热水就已经很好了。真的吗？有的泡你当然也想泡。啊，我屁股好痛，今天。但我刚刚滑起来的屁股是还好。但是不知道屁股痛痛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我跟你讲，家里那只就是很重很难拿，你知道吗？我叫你帮我弄，你应该也不愿意吧？那只是插电的还是充电的？然后太重。欧神聪明一点，应该也要赶上这个热潮吐这种东西。我是怀疑锂电池生产过剩，正在消耗锂电池。
这边啊、喔。这样是有点上坡吗？好像哦、喔。要用走的吗？走的。走到左侧比较高。大概到那个草的位置。这里？怎样？这里就可以。真的吗？是啊。接着你往右稍微。滑一点就有速度了，接着又往左弯，又往右，又往左，这样就够了。那一堆出来的人是坐另外一个缆车的人。嘿。所以我们并没有要往上爬过去嘛，对不对？啊？没有吧。但是他们走的应该是绿线。你要我降对不对？没事。啊？你看我。我知道，你就是要说什么右边推又往上，右边推又往上。这个时候你可以练习。只用右脚当推力，我知道啊，你就右边推又往上，不是吗？就这样用。我还是蹲下来好了，我还是用我这招先。出来一点点，用那个人的路吧。前面吗？嗯、你在我这条路啊？你在我前面啊？
累死我了，很脚很酸啊，那种走平路，我就跟你说，我累死了。是这边还是右边？是哪一边？粉粉的，很粉很粉。对，等一下，下次走右边，弄一点粉粉的再回来。哦。然后那个人一直进入。也粉粉的啊，嗯，这是吗？不错，就是走这条路线都不错，下面可能合起来了，那里有一个单反蹲在那里。嗯，好啊，那就下吧。你要下，我先。嗯，你先。我先下，然后我帮你录一段，要不要？哦，好冷哦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
好吗？轻轻松松啊，没有太后座，但是一样有你的特色。什么特色？就是比较那个山上一点点。我想懂了，懂了，是啊、哦。可以吗？我们去东莞休息。需要花厕所一样很近。应该是吧。我也想休息一下。啊，你要休息了，才花两趟哎、欸。刚在南馆的时候没有想，没有想，歪的，你的脚是歪的。知道，因为我想要卡当边。哎呀！哎呦喂啊，很痛啊！我要走了。哎呦喂啊，真的很痛哎、欸、对，然后你鞋子一直穿不好，我就更急啊、哦、这次好痛哦。所以我还是很后座、哦、不是很，你真正狠的话就更那个了，今天没有，只是有一点点而已。太阳出来了，哎呦呦，小心呐、啊！这里很安全。啊？还没走吗？赶路上厕所。
好吗？这不好滑，对不对？一个门，这里应该有餐厅入口。对啊，不知道。那插在外面吗？对啊，插在外面。还是没有。我看到一个门啊。小心有人。我都预判到了，你进了雪堆了，手套湿了，选错路了，哎呦喂，好冰哦，好冰哦，哎呦喂啊，哎呦，这下怎么办？绕爬回去哦，走路吧。爬上去上厕所。对啊，哎，我现在脱不掉，我手快冻死了，头快冻死了，大家去把手套吹一吹，太冰了。我脚刚才绊到什么？不，没有啊，你陷进去啊。是哦。没有绊到什么，你只是陷进去了，这里是最松的地方。你要脱板吗？是啊。对啊，要脱板。但是我脱不掉，我没有力气这样按。我知道。我没有办法弄正哎、欸。好，等我一下，你先不要弄，你先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要。这个让你扶起来。不要不要，走开走开，我可以我可以。不要啦，走开，挡住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把它拿走嘛。不要。我是不习惯往那个方向站。嗯。可以，我要移近一点比较好站。对啊，对啊。这样就要花掉我很多力气了吧？你先不要用力，我帮你顶一下就好了。你帮我不要这样摆正就好了，可以帮我摆正吗？你不要放软了，放软，好，没关系啊，我跟你靠，你靠着休息一下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先把板子拉平，然后我板子卡到了啦。嗯，哎，帮我，你放软，你放软，用力的吗？可以用力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笑话不行，然后动不了。哎呦，你不要卡我。啊，拖板，板子丢这。我怎么了啦？你被卡到了、啊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。你进了雪堆啊，这里会陷进去啊。哎呦喂、啊！你一踩就知道会陷下去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就突然哎呀，然后就摔倒了。哎呀，拍谁哈？我判断错误。我刚。看到上面的门，对啊，应该是转过去比较好。然后那里有另外一个，关吧。啊，对哈、哦。